交通警察和辅警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危险，主要来自各类车辆对现场中人员的碰撞或碾压。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合理运用快处快赔机制，快速清理现场。处理适用一般程序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通常配备不少于两名警力，携带佩戴单警装备。警车需要配备现场勘查箱、现场照明设备和反光锥筒、警戒带，以及急救包、牵引绳、简易破拆工具等救援装备。警车的车载装备除加强日常维护外，每次交接勤务和出警前后还需再次确认是否完备。普通公路交通事故现场的安全防护，除了要参照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现场把握的五个重点外，还需要特别注意多个方向的交通流和提前制定绕行方案。一、指挥中心接警后应根据警情及道路环境提前制定交通流绕行方案。交通警察到达现场后立即确定主要危险源，根据实际情况计算支援警力及装备，并报告指挥中心。二、设置警戒区时要充分考虑到对向交通流的绕行方案，防止其借道超车或逆行冲入警戒区，必要时可以封闭交通。三、普通公路交通事故现场的预警区设置可以参考高速公路的标准，根据道路限速值适当缩短距离。四、根据主要危险源的实际情况可以设置多名安全员，分别承担不同方向危险源的警戒工作。当事故现场位于道路中央，过往车流量虽大但行驶速度缓慢时，评估风险后可以使用警示设施封闭双向行车道，区划车辆从路肩通行，并从距离事故现场50至150米以外的位置开始双向设置警戒区。先期抵达现场的警车在事故现场主要危险源一侧，距离事故现场约100米以外的车道上斜向停下，车头朝向路外，一人迅速下车，使用发光警示标志和警示设施指挥主要危险源方向的来车停车，暂时中断交通。另一名警力下车后先设置主要危险源方向的警戒区，再设置另一侧的警戒区。增援警力抵达后，现场指挥员根据增援警力数量再次进行分工，对双向危险源进行警戒，并使用增援警车或清障车作为掩体进行双向防护。在确保安全和道路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低速有序放行车辆。当事故现场仅占用了一个方向的车道时，可以只封闭一个行车方向，由安全员交替放行双向交通流。本视频教学片演示的安全防护要点和技巧，需要通过反复训练转化为自身的习惯动作和行为本能。由于执勤执法对象、场景以及交通事故现场的千差万别，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类安全防护都进行演示，需要指挥员及现场警力按照规定和本教学片中的知识点做出准确判断和灵活运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交通警察和辅警的人身安全。各级公安交管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把安全防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常抓不懈，不断提高队伍单兵作战、团队协作的能力与水平，切实预防和减少执勤执法中的伤亡事故，保障广大交通警察和辅警的人身安全。
交通警察执勤执法，安全防护，任重而道远。